Hello， 亲爱的朋友，晚安，晚安。天气好热哦，我告诉，开着厨房，开着冷气，马斯夸吉劳嘞，非常的热哈、哦。大家吃过晚餐了吗？他们讲嘞，就是胃口一定不好的，天气太热了哈、哦。我刚吃了一个那鸡豆哈、哦，试试看它的软硬度，哎，结果很好吃。好，我们如果是有关注我们直播的朋友都已经知道，我今天要示范哪两道菜哦。因为天气实在是太热了，下面在，所以呢做点凉拌菜、开胃菜哈、哦。然后呢，我们常常到西餐厅的时候呢，一定会点一个凯撒沙拉，可是呢并不便宜哦。哦，凯撒沙拉不秀哈、哦。然后呢，我们就是今天老师教你如何调制非常美味的沙拉酱。其实其他它的食材很简单啦、啊，一点都不难。最重要的是沙拉酱，就是那凯撒酱怎么来调啊、哦？那我老师给你一个黄金比例哦。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呢，学生调的时候，哇，那很多酱比任何餐厅都还好吃。所以我觉得是一定要告诉我们的粉丝朋友，在家自己调凯撒酱啊、哦，凯撒沙拉酱。哎，那刚刚 Peggy 好像有点不太舒服哈、哦，因为他刚刚去巧媳妇了 ，Peggy 他从韩国回来又热。非常非常热，所以天气热去旅游是很辛苦的，又热，然后呢，韩国的餐又不是吃不习惯嘛，家没习惯哈，啊一回来小孩就马上就发烧了，啊、哦，刚刚还站在这边，好像脸色不对，刚刚那个闪亮亮说，哎，你闺女你好像脸色不太对，他暂时离开，所以呢，现在我们呢先请一个啊、哦、朋友呢。来暂时来带 Peggy 的位置了哈。我们今天有贵客代班了、啊。对对对，也是临时的这个贵客哈。老师在贵客出来之前，我先跟你报告一下有谁上线，好不好？哪些人上线？哎呦 ，Sherry 上线 ，Linda 玉琴，然后博友老师也上线。哎，博友老师好。然后秀恒、卢燕、李兰，然后韵玲、哦、都上线了。哎、欸，然后有上线要跟我，还有 Linda 吴也上线了，然后有上线的朋友跟我们打招呼哦，我才知道你上线了。大家好，上线跟我们打个招呼哈，跟我们留个言，我才知道跟老师问个好，我才知道你已经上线了。那老师因为现在没时间洗头毛哈，所以呢帽子一戴，他就把那个丑丑的头发就遮住了，好换换一下造型哈。老师你没有讲，人家不会知道你头发没洗。真的啊、哦，这就是全新造型、啊，全新造型、哦，对不对？有点，你今天做凯撒沙拉嘛，所以就有点乡村风的那种感觉、啊，法国乡村风，是是是，所以呢，为了配合哈，所以呢，啊，谢谢老师做老师啦。老师说好 ，OK， 那我们呢，今天突然来了一个我们的贵宾，我们的好朋友，大家都认识的好朋友哈、哦。好，噔噔噔，是谁出现的 ？Hello，Hello，Hello， 你不要在我这边，你是谁啊？我是阿贵，瘦身成功的阿贵。瘦身成功的阿贵，瘦掉五六公斤了哈，在五六公斤的阿贵，好，他怎么突然跑来了哈？因为昨天我就来台北了，然后我就跟老师我在台北，然后明天要玩一整天，就是今天就玩一整天，我从宜兰头城玩到阳明山，再从阳明山玩回到。木栅这边哦，好，他北上哈，跟父母亲北上来玩啊，所以呢，跟老师传来说他是台北，我说、啊、那你要不要过来？他说想想看，哎、欸嗯，他访问的时候说哎、欸、，OK， 可以过来，对，所以是 OK， 拎起来哈，所以你没有揪，所以就没有揪一些像亚龙杰他们都没有，他们都不知道，他都不知道哈，大家都不知道，好，这样就不会被打屁股了、啊，对，我一点点都没揪哈、嗯，为什么？你自己也说啊，对，晚安，晚安哈，姐姐晚安。好、哦，那你家己坐，来，你家己坐来吃好料哈，无招人哈，是，好，那你知道我们今天做什么吗？知道，凯撒沙拉跟鹰嘴豆，凉拌鹰嘴豆。凯撒沙拉跟凉拌鹰嘴豆哈。对。好，那其实呢，我出很多书，其实我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的菜在哪一本书里头，就我一泼出来，阿贵马上说，老师的这是什么？巧媳妇料理先修班就有对凯撒沙拉这本书，巧媳妇料理先修班里头就有凯撒沙拉这道菜了。我刚刚看了一下，62页哈，62页，怎么啦？啊，62页哦，要换人是不是？没有啊，阿贵那个让闪亮亮来帮你服务一下，这怎么好呢？来，后来帮你系上
最时尚的围裙，要在镜头前面帮你系围裙啊，对不对？是是是，要帮你穿衣服。我们注掉的哈，给他们注掉。嘛是爱安尼穿啊，无穿一个 T 恤，安尼敢会当看？也是。我应该把我家围裙带过来。把你家围裙。啊，你平时来的啊？你会穿你的围裙吗？你平时来的啊？你看，我变青文件跟老师这件很像。围裙。对啊。你看我多么的细心，还帮你系围裙。围裙跟很大哈。好，就第62页。如果你有这本食谱的话呢，打开62页。同时呢，其实这本《巧媳妇料理先修班》有99道哈，是给新人哈，就厨娘，就女儿啦、媳妇啦或新嫁娘或是新手的料理的新手哈，是很好的一本食谱。像我学生说，也爱不释手，每天就翻出，他们都被讲出来看看，因为他整个分解动作很清楚嘛，很清楚，而且哎，有时候晚上不知道煮什么，翻一翻就灵感。对对，所以呢，这本今天。凯撒沙拉在这个地方哈，是阿贵提醒我，不然我也想不起在哪一本了哈，我没有做完整的记录。好，那我们先讲凯撒沙拉好了哈。Hello， 大家好。Hello。好，哪些上线啊？夏夏也说贵哥晚安，然后佑真跟老师也说晚安，然后雅雅也上线了。雅雅是吧？对，大家都上线。也无讲无招，无招，无招，应该没有人会通气我了。不会的，大家都说贵哥了，对不对？没有，跪下来的跪嘛。对，真的会真马上跪下来。对，好，那现在呢？其实它的最重要就是这个罗曼，罗曼那个生菜，五千句哦，罗曼生菜是很新鲜。老师，它只是晒得比较黑，因为去一趟屏东，手比较黑，但不代表没有洗手。我上礼拜去了屏东，然后今天又去了东北角，所以整个晒黑跟什么？是，它主要只有其实就是这罗曼，罗曼你看非常非常新鲜这样子哈，你那个木盆子拿过来好了，好，老师我们稍微把书稍微翘一下下小小的位置，好，好的，我们就将这罗曼呢一个大小这样握进来，握在这容器里头来哈，好，那我这处理好之后，我们再来调，教你们调那个凯撒酱哈。然后这样其实呢，老师把它简化之后呢，学生就说哇，怎么会这么棒？要外面的餐厅的凯撒酱呢，还是做的不是很好吃哦哈。好，也不要剥太大口嘛，如果一个入口大小的话呢，你就别咬到整个嘴好哈。这外面一盘大概也要好几百块。对呀、是很贵的、而且你如果要想吃沙拉的话，升级套餐才吃得到。什么东西？升级要升级为套餐才会有沙拉。升级套餐60块才吃得到哎，就你一个套餐。升级套餐。对啊，就要400-500差不多。现在因为青菜也很贵啊。这个罗曼也很贵。而且很容易烂掉。对。现在头的地方都很，你看剥成这样子，我弄了一盘。这样一盘的外面要卖多少？这一盘，这个很贵哦。对呀、不便宜哦，这大盘。对啊。对不对？你看这腌嫩好的就是腌嫩哈、那个更好讲姜，对，不要压哈，这样子，这样尖尖的，哇，这样子一大盘了，是不是？好，来，我放旁边。接着呢，我们会有培根这些东西哈，培根要把培根煸到焦焦的，直接下了。我们先把料都准备好。老师，我们料就是凯撒沙拉料有哪些？还有这个打开。吐司。那吐司把它切成小丁之后呢？烤酥的。然后还有。阿贵，你吃一个，这个看看，看有没有烤一声？有没有？有啊。大特写哦，大特写哦。来，有酥声音出来。对呀，有酥啊，对。我们培根也是豪迈的放哈。我发觉外面凯撒沙拉的培根都放一点点一点点哈，煸过的、炸过、煸过的这培根，好。好，那你再放点，哇，很豪迈。再放点吐司。下去。好，放点吐司。也不能集中在一个地方啊，
东西南北中都撒一个。对对对。现在是已经南外空心了啦。麻将都吹了，你对东风，对东风西风北风南风都来了。对，好，就这样而已。你看它其实它材料很简单，它最重要你就是不要调那个酱，你就要贵的那个凯撒沙拉酱哈，就在这些。好了哈，让它煎煎的。OK， 所以我们已经到这样为止了，是不是？好，今麦让你们看一下啊，就是讲你做功课的。好，刚刚那个脸色。老师曝光了。来，跟大家打个招呼哈。Hello。今天穿位了。对对对。围裙换人穿。对对，围裙换人穿。对，因为就是带着小朋友放假嘛，暑假出去玩，就太热了，反正真的是，而且玩到生病回来。哎，玩到生病回来哈。刚刚说脸色不太对，本来说马先生说，你行吗？脸色不太对哈，跟朋友打个招呼就好。Hello。哎，大家好，小琪又在这里啊。今天有那个怪公子帮忙。对，不专业的二厨小扳手来帮忙。好好好，大家好哈，好你休息哦哈。好，这个气势呢，我们等一下再处理哈。好，那我要调那酱，请给我那个小的这个。好。玻璃容器，来看一下呢。我们这里头有芥末，那你帮我打开，来照一下，照芥，芥末是这样。芥末。好，我们用的是 ，OK。OK， 这哪里买？烘焙材料行都在卖。没错。烘焙材料行就有了，是不是？是的。还有 Costco 有在卖。哦，对，我是在 Costco 买的。然后每次跟苏神都上线，也跟老师问晚安。哪些人？美智跟那个、啊、对，跟苏神。好，大家好。来，你知道市面上，因为只用一点，我就懒得自己打了，你就可以买到这一个一包的沙拉酱，一包，我整个20块的。对，对，20块吗？这么便宜吗？是台中价格啦。是啊、哦。对对对。台中跟台北价格不一样。哈哈哈。那佩奇也跟我剪了一个洞，我不知道，我这边又剪了一个洞，所以难怪我的手为什么会有那个沙拉，那两边都各剪开了。刚刚有教大家剪，所以现在就要开始要调我们的沙拉酱。对，对，沙拉酱。老师用的是就是我们常常在那个市场南北货地方都买得到的。对，没奶汁。你们了，没奶汁也 OK 哦。啊，我这是小包了，我就调这样就好了。老师，你买这个梅奶汁是有甜味的吗？还是没有？瑞希的比较甜。所以这个是比较甜。所以这个是比较甜的。这个还好。不用太。没关系，因为这里头我们是要有要加糖。好，来，那我刚刚一包的沙拉酱对吧？沙拉，马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我沙拉两大匙的芥末子酱来看一下。是的，芥末子酱来，来，芥末子酱，画面上看得清楚哈，很清楚，芥末子酱对，有点那芥末的味道，对，然后呢有那个芥末子，把芥末子酱来，然后进来，然后两大匙，啊，装一包的，然后兑两大匙，对，那你装关起来好了，来这里头我还要放糖，细白糖哈，细白糖我差不多用到。因为我不想用那个塑胶的那汤匙，因为它有凹陷的，不太好挖。好，就看我糖，我可以加到两大匙，这样加到两大匙。蒜泥看一下，很重要的蒜泥，一大匙我全部放进去好了。啊，蒜泥哦，这必备的哦。还有来柠檬汁，柠檬汁，来，柠檬汁可以到三大匙。其实这样调好之后，你还可以再自己再调配，看自己的味道哈、哦。来这里头，请帮我打开，我放点那个cheese， 帕玛森 cheese 粉哈、哦。来这里头来，你看这里头哈、哦，这边有 cheese 粉，放在这里头。当然我们上面也要撒哈、哦，这里就不用放太多。好，另外一个洞是不是比较细一点？来，我先把更粗，更粗。来，我把火匀。来，凯撒沙拉酱来咯，凯撒沙拉酱来了哈。来，我们重复一次，这里我有一包的那个沙拉酱，还有呢两大匙的芥末子酱。你可以不一定买这么大罐哦，超市就有小罐的哈，你们用这么多的话。还有
啊，两大匙的糖，三大匙的柠檬汁，一大匙的蒜泥哈。那我现在拌，因为我细糖很快就化了，就可以尝。对，非常好吃。来，我用这个，嗯、这刚刚是芥末酱的，让你尝味道是它怎么样。我们可以再来调配了。Andy， 你先，你不要接你，不要接 WiFi， 先接，马上要接，好，没事。你看这味道好不好？好吃。我再加点柠檬，接着可以再酸一点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接着切再酸一点。所以呢，你要自己调配。那我干单不？很简单，你就调着拌一拌就好了。对。你也不用。这些老师给你做黄金比例，直接配起来，这就很好吃了。你也不用汗流浃背的在那边做菜。对，这天气热，就吃里面杂菜了哈。嗯。来，你看我再加了那个柠檬汁，看这样酸度有没有好一点。哦，可以了。好很多了，对不对？好很多，好吃。好很多了。好吃，真的好吃。来，我们这个闪亮亮是西餐的高手，来，那你尝尝看这个味道有没有到地的。闪亮亮，他通过的话就 OK 了。他可是西餐高手哦，嗯，他做菜很厉害的哦。再酸一点。为什么我觉得有点辣？没有啊，那辣是那个芥末酱，芥末，嗯，芥末子酱偏辣。他也不辣。可是他上沙拉我就不会。不会辣，不会辣。我觉得。好，老师开心就好。啊，不是，我觉得再酸一点。蒜泥，不是芥末。嗯，蒜泥啊，蒜泥的辣是吧？蒜泥的辣，对啊，芥末是蒜味，嗯，好，美惠老师的版本，对，好，你这样扮演，这样子呢，哈哈，有人打电话了，进来要吃沙拉，凯撒沙拉了哈，好，啊，这是我们的酱汁了，酱清楚了吗？清楚了吗？我那个简单，让你看，嗯，来考你了，好，我的沙拉多少？一包。然后两大匙的芥末子酱，多少的糖？两大匙的白砂糖，细白糖，对。3到4汤匙的柠檬原汁，嗯，好，就这样拌在一起。还有1大匙的蒜泥，好，就全部加在一起和在一起就可以了。对，就这样就完整了哈。来，然后呢，我们这个你在吃的时候才再拌吗？我们会再舀上一些，对不对？你看。啊，这是芥末酱，这是凯撒酱哈。老板都舍不得放很多嘞。我用小小的酱。对呀、啊，放一点酱哈。多放点，多放点。多放一点，多放一点。一点吗？好，来这里头呢，我们再撒上这个 cheese。cheese 粉。啊，帕玛森 cheese 啊。嗯。哇，可以多一点，多一点。这也太澎湃了吧！在餐厅根本就吃不到这样。那 Jeffrey 啊。就少明，我一个助教，嗯、他在菲律宾吃的这凯撒沙，他放好多好多的起司哦，嗯，他说很好吃，很好吃。好，我除了这撒这起司粉之外呢，来看一下这个，你很方便，在家乐福就可以买得到的、哦、这起司条有没有？在家乐福就可以买。哎，对，那个小亮亮来看一下，我们来看飘雪的哈，这样子起司丝哦，你看再撒上这些，你看。有没有下雪了？下雪了，下雪了，有没有？这起司丝这样子、哦，啊，你看，撒好多好多起司丝，它是非常好吃，白茫茫的这样子，有没有？是，这样看起来好高级吧？有，非常的高级。啊、它冰凉的话，你看有没有？拿、嗯、看到了，冰凉凉，感觉很好吃。一条一条的这起司丝这样撒进来，啊，哇，这不阿的无锅鸡吧？哈，又好吃吧？好，有简单吧？有。他已经对这个很有兴趣。对，这个是家乐福买的话，是连这个盒子一起的吗？对，他用完就丢掉了。哦、他已经给你装好一个小器。是。所以这不能重复利用了、哦。应该是不能重复利用，有学生也在问说可不可以重复利用。嗯、因为它也不贵啊。嗯。他已经给你装好了，没办法再给你。啊，对啊，你如果再买的话，又要再去量它那个麻烦。对呀、啊。买一个全新就好了。对，把它设计好了。对，把它设计好。好。哇。这道凯撒沙拉。这样就完成了，哇！这是关键。对，你就看你在哪里吃啦，在哪里吃？是你在盐沙饭店，或是在那个比较小的地方，
就看着店面等级，它的价位就又不一样。而且外面的凯撒沙拉就是这样一碗这样装的。对对对对对，一点点。哦，一人份了。对，一人份一点点。我们都嘛叫一大盘，叫大家一起吃，这样比较过瘾，好不好？对，而且夏天好适合，好清爽哦。是，这有一道凯撒沙拉哈，拿来你换换口味，是，然后冰凉凉拿出来啊，请客的时候可以。哎，这请客对，请客可以当做前菜，好棒，是。而且可以来一杯红酒也不错。哦，是真的耶。哎，这个时候我喜欢喝点啤酒。我们有啤酒，要是没有那么夸张，那个搭白酒也 OK 啦，白酒对对对，只要酒都可以。对，然后再来拿一个盆子过来，我们要做第二个酱，就是凉拌鸡豆哈。我们刚刚炒了一下鸡豆呢，因为到国外呢，老师都可以吃到这道鸡豆哈。那我教学生有教鸡豆浓汤啊，鸡豆浓汤或鸡豆蔬菜汤。然后凉拌鸡肉也是常常在那跑费的那个，就自助餐台里头可以吃到。然后想，哎，天气热，那光做一个凯撒沙拉不过瘾哈，我们再来一个鸡肉哈。好，目前为止哪些人上线啦、啊？跟我们打个招呼。哦，大家都上线了，然后还有秀华也上线。秀华说：“阿贵，你上电视喽！”哦，明章姐上线了。然后 Linda， 哦，好，今天刚一开始网路有点不清楚，不过现在应该很清楚多了，没问题。OK。嗯。啊、哦，是。啊，明章、秀华哈，好，啊，阿贝是临时跑过来的哈，对，所以呢，我赶紧上来的，我赶紧揪哈，好，他北漂上来了哈，好，这个鸡肉看一下，鸡肉它干的时候呢，这是我泡了半天以上，半天以上的鸡肉，你看它胀大了，胖胖的，原来是小小的，小小颗硬硬的，你一定要泡哦，不然很难煮，做不住哎。比较顶哎哈，就来煮哈，我至少泡了半天以上，五六个小时以上，泡胀之后呢，我就放在水里头煮开，放进煮上20-30分钟。其实要看你的软度了，你要想脆脆的口感，但是要爽爽，我差不多煮个20分。那我今天我刚刚先煮了30分钟，我煮了30分钟的，然后我在煮的时候呢，请记得我在这水里头，我加点那个钻石盐。加点钻石，所以呢，这个本身加起来的稍微咸咸嘛。阿豆你先，你阿豆啦，阿贵啦，变成阿豆。阿豆，好来，我们再。阿贵吃豆，阿贵吃豆。对啊，对对对对。贵豆。是。二来。哦。好。这个呢？有松有咸。这个我咸咸香。事先呢，就是放在水里头啊，水烧开放进去煮30分钟。这个软度 OK 吧 ？OK， 很好吃，哦、有30分钟的软度哦。那你要再吹一点20分钟 OK 的哈。好，对，这样好吃哈、哦。好，那我要一罐那橄榄油，纯的橄榄油给我来。啊，对，我还要黑胡椒粉呢，因为它要拌黑胡椒粉。那我放这个好了。我的胡椒粉那个拿到，哎，这太多了，不用这个好了，来。我将这已经煮好的，就光泡这样泡，我的哎，李玲说，他看到我说今天要做那凉拌鸡豆，他立刻把他的鸡豆拿出来泡嘞。哦，聪明的孩子，他已经泡，所以他可以同步来做了哈。这鸡豆这个是没有煮的，这是煮好的哈，煮好的。好，这煮好沥干水分之后呢，我就直接放进来。好，沥干水分。这是蛮多的嘞，啊，好，然后呢，我就加上了一点黑胡椒粉。啊，它是黑胡椒粉。好，就帮我盖起来。橄榄油，啊，这时候不适合香油哦，不适合香油啊、哦、哈、哦。我们在做西餐嘛，我们在做西餐，对，更不适合用猪油。啊啊、我们在做西餐嘛，对，你不要一直掉盖子好不好？很好笑。好，这时候放了玫瑰盐哈，哎，它不是。钻石盐甘甜蜜的哈，太咸了，所以人家适可而止啊，不能太多，因为我刚才在煮的时候里头又放点盐了哈，来橄榄油啊，这里有是要橄榄油哈，还有盐跟胡椒，然后呢，我要让配色黄椒一点就好了哈，红椒，因为这都可以生吃的了啊，都可以生吃的。你如果不放心，你可以穿烫一下，这样颜色就配起来就漂亮了。这样就好吃了。这样就很简单啊。
很夏天吃这道这两道就会饱，你不用再煮饭了。对，因为它可以当主食嘛，豆类嘛，对呀、啊，当主食。你看，这亮亮就是橄榄油哈，盐、胡椒、橄榄油，还有那个彩椒、切小丁。那我今天呢，我在我的院子里头捡了这个迷迭香，里头这可以放香料。啊，你把这个拔下来，我剩下最后的一只，其他两盆哈，两个礼拜刚好是十来天。死掉了，剩下这一只而已，全部这样的。啊，这个你可以把它放进来，这里头拌点这迷迭香，很好吃，很香，有独特的味道。拌点薄荷也不错。哦，应该也 OK。我那院子里还有薄荷还没死，这个已经飘奶了哈。好，我还有捡到这个叫什么百里香哎，我等一下再，你看这样放进来，好办法，好香。对，我蛮喜欢这味道。啊，这个来烤鸡肉很好吃哈。你看，这样拌一拌，拌得好啊。来，你先再吃一个看看。我们就得卡定这样，你抓上面这样就行了，这就不会碰到边了。有没有咸是吧？可以再咸一点点，对。你可以试一下哈，可以再咸一点点，好。OK。这样就你看。这冰凉凉的，这样子好舒服哦。好吃。来，那个容器给我。来，我用这样装就好了哈。哎，玲有没有上线？玲有没有看到？玲，你今天已经泡了鸡豆了哈。这鹰嘴豆，因为它的一个尖尖的，像嘴巴鹰，老鹰的嘴这样尖尖的，啊，这叫鸡豆，鹰嘴豆。然后在台湾会把它叫做雪莲子，你有时候去买的时候，你在讲买鸡豆、鹰嘴豆，老板听不呢？说雪莲子，雪莲子，他老板好像听得懂呢，哈、哦。对，营养价值成分很高，营养价值很高，对。雪莲子，对，台湾称作雪莲子的，你叫称呼法叫雪莲子。我把放一些彩椒放在这上面。老师，那个新西兰问跟你问候干妈好。龙雨凤是不是？是的。啊，龙雨凤，他在上海嘞。雨凤，雨凤好，你吃过晚餐了没？我都关心你没有吃饭呢。啊，你这三餐有没有照正常吃啊？哦，西里亚哈，龙雨凤哈 ，OK。然后我们素贞、华素贞、Jennifer 也都跟你问安。是 ，Jennifer 哈，好，你看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百里香，它也很适合，它也蛮适合的，这样子，你看，这样子一盘，好漂亮吧？漂亮。对啊，在餐厅吃也是很贵啊，啊。雨凤，来住一个月吧，来住一个月，好好。每天吃大餐，吃好料。对，你看看，对啊，每天吃大餐，色彩颜色非常丰富鲜艳。然后口感又非常稍微松松软软又带点口感的凉拌鹰嘴豆，对，搭配红椒、黄椒与青椒，运用橄榄油、钻石盐、黑胡椒，百里香，对，有些香料，太适合红酒，对，适合红酒。哎，来，我们来喝一杯红酒，真假啦？真假，家里红酒很多啊。老师，你开了我就不用回家了。真的吗？没有啦，我送你回家好了。不要。好，那到目前为止有没有问题？来，朋友们，各位朋友们，你看干单对不对？有那个冯雨凤说，他边看你的料理，然后他一边煮饭。啊，真的？这么晚你边煮饭哦？对。啊，行，不用煮了，直接来这边吃好了。哦，听说人家在上海，然后那个安里说，陈安里说，好简单的料理哦，谢谢老师。安里是不是？对。是。哎，安里是不是钻石演的？安里。安迪，梨子的梨是啊，两道都很简单，而且又很好吃，经济又实惠，希望你们照着做哈。天气实在是很多龙博胃口，真的假的嘞？看到这样子还蛮 OK 的，冰凉的很舒服，对，应该大家都没问题了吧？这时候再搭，我觉得像这两道料理啊，搭香槟更好。对，香槟因为香槟够冰，对，然后它又有点气泡感啊，气泡水那当然 OK 啊，什么气泡水当然 OK 啊，但我老师我以为你要拿香槟出来，
气泡水。哦，那个。卡路优饮。哦，哎、欸，还可以这样调、哦，老师要准备调饮料了。没有啊，这是我们也有这个。也有气泡水，都很适合，对不对？对，气泡水，然后再加那个，气泡水就变调酒了。冷泡茶好喝。啊，真的，真的好了。我们等一下，来，你拿一瓶，各个拿一把，这样。那我们等一下开喝啊。开喝。好，是不是很简单？好，今天的色彩十分的夏天呐、啊。对，十分的夏天呐、啊。对。所以老师故意穿白色的。对。因为是太热了。好，我们再看一下两道料理。老师也开始放暑假了哦。啊，这个礼拜就是最后一堂课的各班就是聚餐同乐会，啊，每个同学做一道菜，大家一起同欢哦。所以呢，上色道分的课很好玩。九月初开学哦，阿贵要不要来上？太远。老师，你知道台中开他就会去。对，老师台中开好了。台中也有色道哦。九月初哈、哦，各色道上课了哈、哦，就有兴趣的朋友呢，赶快上网，现在开始在报名，尤其像现在。啊，像中正社到七月五号前，优惠杀很大，啊，免报名会又免冷机会免什么会，就要打85折，啊，就是这个时候要赶快报名哈、啊，有兴趣的朋友来上，一个礼拜只上一次，是很好玩的课程，大家吃吃喝喝，然后你的整个同组的话变成很好的朋友，而且变成就吃喝玩乐的朋友。对啊，不是酒肉朋友，吃喝玩乐朋友。吃喝玩乐的朋友，对，啊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这两道献给你了。哦，芝莉姐说话了，台中上课加一。对啊，台中老师要去台中。没有那个台中的社大要付再外加付车马费就下去。老师想说去台中啊。你们联络一下我，反正我台中是放暑假，我们纯粹去玩啦，也不要特别找一个空间干嘛。那找个地方可以聚聊一聊，这样就行了。聚小桌。哦，我们有刚刚那个安梨、啊、哦，梨子那个安梨，他是高雄人。啊、因为他说高雄会开课吗？好，对不起啊，老师。之前去过。啊、对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对对。是的哦，哦，带两件的围裙给阿贵带给你哈，啊、哦，先跟你讲一下。好, okay、好，老师，刚刚那个、啊、大家对那个转抛气石的那一罐，是对对，抛气石，对，这有兴趣，他觉得那个还蛮有意思的，蛮方便的。来，这个再看一下哈、哦，这其实在家乐福买的哈、哦，这样你看，这样子它有盖子用完哈、哦，然后它底下其实就是有这些很多的洞，洞哈、哦，你看、欸、这样子，啊，我再泡一下，盖一点哈，你看这样，它其实是这样子，有没有？对，飘下。对，它这个啊，就超像那个我们一般拿那个刨刀，然后去刨帕玛森的时候，有没有？就雪花般的飘零这样子，就有那种感觉。对呀，这样子。如雪花般飘零。然后很均匀的这样子，啊，金色泡的满满的，这样很漂亮。好，看清楚了，对不对？好，呜，雪花飘飘，雪花飘飘，凉快。哦，阿哥是没灯嘞，你看。再看。哎，感谢你。哎，耍一耍哦，好舒服。好，它是冰凉凉，就很好吃。好，这你们可以到那个家乐福去买哈，有些要买个两三根子放在冰箱，随时就放个沙拉来吃。今天已经会调这个凯撒酱了，一起棒哦，真的非常好吃。好，那我们就跟朋友说再见了哈，拜拜了哈。是阿贵是突然快闪过来的哈，快闪小番薯，快闪哈是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说再见，拜拜喽！拜拜，我们下礼拜见了哈。看看我们在做什么料理，老师也想一想，真的是好热，好热哦。好热。嗯 ，OK， 拜拜。拜拜。